杨丞琳近日将事业重心转往中国大陆，在综艺节目上因为一席海鲜言论在台湾掀起争议。原本常和粉丝分享生活点滴的她，似乎也因为该事件暂时停止更新了三天，直到八日才再度 po 文。之所以更新贴文，是为了九日即将播出的陆综做第一次公演的宣传。同时，她也在现实动态吐露了心声，表示还是不太习惯自己长发披肩的样子。接着没多久，她又发出自己拿着手机高歌的影片。只见画面中，她妆发完整，对着手机哼唱经典歌曲《暧昧》，要纪念这首歌曲发行17周年。心情看来完全不受影响，还写下初心不变，热爱永存，会继续带给大家更多好作品。贴文一出，也引发网友热议。写不出茧。